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是无论在哪里都能跳舞的段星星，青春制作人，给我力量吧。现在是下午6点钟，我想给不知道晚饭吃什么的青春制作人们推荐我家乡的食物，折耳根。喜欢吃它的人是因为它很上头，不喜欢吃它的人呢，也是因为它很上头啊。相信我，折耳根属于那种一旦爱上就会让你欲罢不能的美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如乔，我是吴夏雨，我是卓凡。希望我的朋友段星星能在《青春有你三》的比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让我们为他添彩。也请大家多多为他加油吧！加油吧！加油！爱情。